那首先呢、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新国中游泳队的教练李东山。我现在来到北新国中，他重新成立了游泳队，将近一年多的时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努力，学校也很积极的帮我们争取到遮阳网的经费，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可以做好好的训练。我们也在这一年多也得到了不少的奖项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今年参加台中市中等学校运动会国男组游泳跟国女组的游泳比赛，去年刚成立的时候，国男组的团体锦标是第五名，国女组的团体锦标是第四名。但是我们经过了这一年的努力，在上个月二月份参加的第二次的台中市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游泳比赛，我们国男组跟国女组都得到团体的第二名，获得亚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陆陆续续的还是会有许多的参加的比赛啊，能够达到一些更好的成绩。像我们去年代表台中市去参加107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只有三位学生达到标准入选台中市代表队。今年108年到高雄要参加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我们有10位同学录取啊，这也表示我们是相当的不断的在进步，所以说我们一直朝着我们的理想目标迈进。而且在我们学生的表现来讲，他除了在游泳术科上的表现以外，他有来读我们的体育班，我们学校的体育班是朝资优班的方向去努力，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他进来这个体育班以后，功课也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向上进步，家长也都感觉到很欣慰，不但来就读北新国中体育班可以练游泳以外，还可以将他的学科也都能够不断的提升向上。所以说我们北新国中的体育班游泳队，我们是走跟一般传统的体育班不一样的路线，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国小的毕业生能够投入我们北新国中的行列，然后也增加我们北新国中团队更好的一些阵容。而且我们也预计在今年跟这附近的高中做升学管道的合作，所以我们将来北新国中游泳队毕业以后，我们也有找到一个适当的高中，能够让小孩子能够继续的在游泳方面以及学业方面有更多更好的成长，这样子让我们北新国中的游泳队能够一直持续的传统的友好的成绩一直下去。所以希望各位家长啊，如果有兴趣的，或者是觉得对我们北新国中游泳队有想要更了解的，欢迎来到北新国中，记得啊，要来找我，我会详细的为你们说明，谢谢。好，那个呢？其他呢？
这是新的吗？啊，八年级啊。对。啊，这个也是。啊，八年级。七年级。啊，你是九年级。啊，你呢？八年级。八年级。这个呢？七年级。几年级？是八年级，八年级。啊，这个呢？七年。你们都七年级？是啊。欢迎加入北京游泳队。对，再深一点。